尊敬的诸法和尚、诸位法师、诸位大德同修，大家好。今天是我们2016年清明祭祖法会的第一天，来自海内外的同胞齐聚一堂，共同诵经、念佛、忏悔，超见历代祖先，缅怀祖德，祭祀祖宗。我们祭祖的意义是弘扬孝敬的精神，孝敬是中华文化的根本。有了孝敬，万善才有根本。我们对老祖宗孝敬的最佳表现，就是承传古圣先贤的教诲，自立立人。所谓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古圣先贤的绝学可以归纳为伦理教育、道德教育、因果教育和圣贤教育。特别是其中的因果教育，对于端正世道人心具有极大的功效，是当今社会所迫切需要的。所以印光大师一生极力提倡因果教育是有道理的。正如清初明寺周安世先生所说的，人人信因果，天下大治之道也，人人不信因果，天下大乱之道也。这段话将天下之乱的根源一语道破，特别值得警惕。不信因果是社会动乱的根源。现代社会为什么会如此动乱？主要原因是大家不相信因果报应，认为是封建迷信，所以敢于造出种种恶业，肆无忌惮。为了满足自私自利的欲望，不惜昧着良心，损人利己，做出种种伤天害理的事情来。正因为人心坏了，所以社会乱了。书经上说，做善降至百祥，做不善降至百殃。常常行善的人，上天就赐给他种种福报；常常作恶的人，上天就降给他种种灾难。又说会敌忌，从逆凶为影响，顺着正道而行就吉祥，违背正道而行就凶险。这就像影子随行，声音与回响一样，毫无差错。太上感应篇说，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。人的祸福本来就没有一定的门路，全都是自己招来的。你动一个善念、善言、善行，招来的是福报；你动一个恶念、恶言、恶行，招来的就是恶报。善恶的报应就像影子跟着身体一样，人到哪里，影子就跟到哪里，永远不会分离。
报应跟随着你，你没有地方可逃。要想不受我报，就不能造我业。这种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因果教育是自古以来中国人普遍接受的。古人相信因果报应，知道作恶会有恶报，所以大多数人不敢昧着良心去造恶。例如制作食品的人，一定会保证食品的卫生与安全，让人吃得安心，不至于损害健康。对于自己家里人吃的东西，品质稍微差一点不要紧，对于卖给客人吃的东西，一定要保证品质良好。这不但是为了商业的信誉，更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，不敢昧因果。可惜最近100多年来，中国传统的因果教育被抛弃了。一些唯利是图的人，自己家里人吃的东西品质一定要好，卖给客人吃的东西那就不管那么多了，只要能赚钱，什么坏东西都敢拿来卖，根本不把别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眼里，真的是所谓的谋财害命。他卖给你赚你的钱，还要你的命，你看多恐怖，这就造下了很重的恶业。大家都损人利己，互相陷害，这个社会就变得非常危险。食品安全的问题只是现代人不信因果其中一个例子而已。由于不信因果，现在人造恶是多方面的，普遍都在造恶。其中最可怕的是媒体宣传色情暴力等负面内容，把大人小孩全都教坏了。现代人沉迷于上网，沉迷于电动游戏，沉迷于手机，不但使自己的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，家庭和工作受到极大的妨碍。有些甚至糊涂到拿着刀枪去杀害别人。这些问题的罪魁祸首是制作这些不良网页、游戏、手机信息的人们，他们为了自己能赚钱，不顾社会道德，不计后果，去发展这些令人沉迷的东西，结果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，比杀人还要严重。杀人的祸害是短暂而局限的，使人迷乱的祸害是长久而广泛性的。这些人使社会大众受到这么大的伤害，所有这些痛苦将来都会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，以及影响他们的家庭、事业等等，后患无穷啊！而且痛苦的程度是加倍的严重。现在他们不相信将来遭受恶报的时候就后悔莫及了。明了因果法则，怎样才能挽救这些造恶的人，挽救这个动乱的社会？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提倡因果教育。提倡因果教育必须了解基本的因果法则，以
同时，从因到果需要经历一段时间。这个道理可以从种庄稼看出来。啊，昨天种了瓜苗，需要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成熟，不可能几天就有瓜可以收成。同样的道理，你现在做了善事，不能马上得到善果，需要经过一段时间，它的善果才会成熟。如果你现在做了善事，马上得到善报，那不是你现在所做善业的果报，而是你过去所造的善业得到现在善业的帮助而结成的善果。过去的善业是因，现在的善业是作缘，现在的善果是过去善业的果。相反的，如果你现在做了善事却没有得到善报，反而得到的是恶报，那并不代表你做的善业没有善果，而是你过去所做的恶业现在成熟了，先产生恶报。对于过去恶业而言，你现在所做的善业是障缘，虽然力量不足以阻止恶因结成的恶果，但是必定会使恶因的力量削弱，所以你的恶报减轻了。如果不是因为你现在做了善事，你这个恶报会更加严重。这就是因缘果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，很多人的所以不信因果，就是因为不了解这个法则。尤其看到作恶的人没有得到恶报，依然逍遥法外作威作福行善的人，没有得到善报依旧穷途潦倒，受苦受气，因此就否定因果报应，认为作恶没有恶报，做善没有善报。那么谁还会那么傻去做善事？确实现在社会上大多数人认为自私自利是正常的，做善事的人是傻瓜，这是因为他们太短视，不了解不时不报时候未到的道理。这个人过去生中修了大福报，这一生虽然所造的恶业很多，但现在享受的是过去的福报，还没享完，继续在那里享受。过了十年二十年，等到他的福报享尽了，可怕的恶报就现前了。所以因果是不会差错的。二，因果通三世。三世是过去世，现在是未来世。现代科学家已经渐渐证实，人有前世、今生的轮回存在。前世、今生具有因果关系，所谓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。如果你想知道自己过去造作什么因，只要看看你这一生所受的是什么果报就知道了。因果是相应，这一生
如果你受的是贫穷、多病的果报，可见过去生你一定是造作牵连杀生的恶业。同理，今生跟未来生也有因果关系。所谓欲知来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如果你想知道来生会得到什么样的果报，只要看看你这一生造作的是什么业就知道了。你这一生如果造作财布施，以财物帮助他人，发布施，把自己的学问技术传给他人，无微不施，使他人免除疾病等忧愁不悔，来生你就会得到财富、聪明智慧、健康长寿的果报。依照产生报应的时间，果报可以分成四种。第一，现报，今生造业，今生受报，又称为现世报。善恶业造得重的或者造得多的，就可能今生产生果报。所以人的命运是可以靠自己努力去转变的。了凡四训里面就讲了很多这种情况，本来贫贱短命的人，造了大善业之后变得富贵长寿，本来富贵长寿的人，造了大恶业之报变得贫贱短命。我们要知道现世报只是一种花报，就好像结成果实之前会先开花一样，正式的果报还在来世。果报的程度比花报更重。第二，生报，今生造业，来生受报，这是最普通的现象。后报是今生造业，下下生以后才受报。这一辈子造业之后，现报没受，第二辈子生报也没受，要等到第三世、第四世，甚至更久以后才受报。四，不定报，今生造业不一定在哪一生受报，要看遇到什么样的缘而定。如果现世就缘具足了，就现世受报；如果后世才缘具足，就后世再受报。三，因小果大，小小的因可以造成很大的果。这就好像一颗小小的西瓜种子埋在土里，将来能够长出很多大西瓜，大西瓜里面又有许多的西瓜种子一样。因此所谓舍一得万宝是真实的。关于这一点，佛经上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。佛陀在世的时候，有一位婆罗门长者的老佣人，从屋里端出一些已经馊掉的食物准备倒掉。他出门，他一眼看到佛陀威仪庄严的形象，油然而生起恭敬心。他很想供养佛陀，但是手上只有馊掉的食物，怎么能拿来供养尊贵的佛陀？正当他犹豫不决的时候，
佛陀微笑放光，欢喜的用钵盛过老妇人手上的素食，然后转头告诉阿难，这位老妇人一心虔诚，因为她虔诚供佛的功德，往后她将有十五劫这么长久的时间在天堂里面享受快乐，十五劫之后下生人间，具备出家修行的因缘。这是老妇人的主者，婆罗门的长者，正好从我里头走出来，听到佛所说的话，觉得非常不可思议。佛就问这位婆罗门长者，你可曾见过其他不可思议的事？长者回答，有啊，有一次我们有五百辆马车结伴出游，由于天气闷热，便找到一棵大树下乘凉，这棵大树可以遮蔽五百辆马车，还有多余的树荫，树木之大真是不可思议啊。佛接着问，你可知道这棵大树的种子有多大吗？长者答，像芥菜籽那么小啊。佛说，这就对了，这就是因小果大的道理。老妇人不是佛的因，虽然很小，却能得到那么大的果报。因小果大的原则是心念的速度太快了。弥勒菩萨说，弹指之间32亿8000年，念念成形，形皆有时，一弹指就有32亿8000年，单位是百千，百千就是10万，32亿乘10万就是320兆，这一弹指就有320兆个念头，一秒钟可以弹7次，320兆，再乘7，可以换算出2240兆次啊！一秒钟里头就有2240兆个念头，每个念头都是独立的。这种微细的念头频率太高了，所以弥勒菩萨说，这个意念极其微细，没有办法支持它，它太快了。心念的速度如此之快，所以短时间内就种下了许许多多的种子，将来这些种子结成果报的时间也就很长。经上记载了目犍连尊者的因果故事。目犍连尊者过去有一生曾经企图杀害父母，那时他的父母双目失明，他的妻子不愿意奉养失明的公婆，就设法让丈夫对父母产生怨恨，又说了很多坏话建立他们的感情啊，最后说是丈夫杀害父母。他的丈夫受到妻子的蛊惑，竟然真的生起谋害父母的恶心。按照计划，有一天他带着父母外出，要经过一个森林，在森林里面他假装强盗来了，然后拿起预备好的木棒狠狠地打父母，想要把他们打死。没想到就在他痛打父母的时候，他的父母不是呼唤儿子来救自己，而是呼唤儿子赶快逃命，不要被强盗所害。他被父母的慈爱感动了，最后的良心发现，跪下来向父母坦诚自己的过错。由于
起初杀害父母的恶念，他那一生短命，死后躲在地狱里受很长的痛苦煎熬，离开地狱之后还受畜生恶鬼道的苦，后来转生为人，五百世当中每一世都是骨头被打碎而死，乃至最后到了生为目犍连这一世也不例外。虽然他跟随佛陀出家修行，证得阿罗汉果，成为佛陀座下神通第一的大弟子，可是业力成熟时，由于他强大的业力使他无法入定，他就无法升起神通，这就是所谓神通不敌业力，结果他被一拳智障歪道痛打，直到全身骨头都被打碎，因而造成他如涅槃。这个故事充分显示因小果大的现象。他企图谋杀父母只有一次，为什么能够产生这么多事极大苦报呢？原因就是心念的速度太快了，所以即使只是一次造业，所造下的业因也是非常多的。假使他过去生痛打父母的时间是半个小时，那根据弥勒菩萨的说法，一秒钟按弹指七次算，一秒钟就种下2240兆个企图杀害父母的极重恶业，半个小时就再乘上1800倍。所以他造下的重大恶业的数量是非常惊人的。这些极重的恶业不但造成他那一生多病短命现世报，也就是花报，而且造成他死后堕入地狱长久受苦的果报，造成离开世狱之后再出生到恶鬼道的余报，后来五百世做人时骨头都被人打碎了，也是过去生中那一次恶业的余报。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重大的业能够产生当世的现报、来世的果报以及未来世的余报，真的是波澜不休啊，没完没了啊。看到作恶的报应如此惨烈，你还敢忤逆父母吗？你还敢造其他的恶业吗？易经习次传说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意思是说，积累善行的家族会有多余的恩赐，使后代也承受福报；积累恶行的家族会有多余的罪恶，使后世也遭受灾殃。这一段话就是因小果大的一个明证了。印光大师说，既然有余庆余殃，那就一定有本庆本殃。本庆是极善的人自己享受善业的果报，余庆是他的善业庇荫子孙得福，这是他善业的余报。本殃是极恶的人自己承受恶业的果报，余殃是他的恶业连累子孙受苦，这是他恶业的余报。我们还要了解，不但因小果大，而且
国报到来的时间越拖越久，程度就变得越严重。这好像债务拖欠的越久，利息就越多，是一样的。所以造了恶业之后要赶快忏悔，赶快勤修善业，把恶业的严重程度削弱，甚至提早报掉，重罪轻报，你日后再不会遭受严重的苦报。佛门有句话说，菩萨为因，凡夫为果。菩萨是明白人，了解因小果大的道理，知道造作因之后未来的果报非常可怕，所以会非常谨慎小心，不敢造恶业。至于恶报，菩萨知道那是自己过去生中造作恶业所产生，受过之后就报掉了，并不可怕了。所以菩萨能够安心接受果报，不会因此而生起烦恼。这就是随缘消旧业，更不造新业。随缘让旧的恶业报掉，不造新的恶业，以后就不用遭受新的恶报。凡夫迷惑颠倒，只知道恶报很可怕，努力想避免恶报，却不知道停止造恶才能真正避免恶报。当他受到恶报的时候，内心生起烦恼，为了脱种恶业，不惜损人利己，造作种种恶业。他看到现在造了恶业之后还没有马上得到什么不好的结果，所以就不怕造恶业。现在他继续造作恶业，以后他的下场就非常可怕。这就是佛菩萨所说的可怜明者，由于不明因果，凡夫不断起烦恼造业受苦，受苦之后又起烦恼，然后又是造业受苦，如此在生死苦海当中轮转没完没了。四，善恶不相抵消，世间所谓的功过相抵，在因果法则里面是不成立的。做善就在自己心田里落下善种子，善业；做恶就在心田里落下恶种子，恶业。善种子和恶种子不能互相抵消，到他们因缘成熟时，各结果的果报不会互相混淆。虽然不能互相抵消，但是善恶会相互影响。现在造作善业对于以前的善种子是助缘，会增长他们的影响力。对于以前的恶种子是障缘，会削弱他们的影响力。所以你做了善事之后，如果继续行善，你之前的善种子就得到越来越多的助缘，力量会越来越强，将来结成更强的善报。正如《易经·系辞传》所说的，善不及不足以成名，
不断累积善行，才能造成美好的名声。相对的，你做了卧室之后，如果努力行善，你的卧种子的力量就被削弱，将来结成的卧报会减轻，这就是重罪轻报。就像玄奘大师即将圆寂的时候生了很重的病，他怀疑是不是自己翻译佛经有问题所造成的啊，结果到了晚上，菩萨给他托梦，告诉他这是重罪轻报，由于他翻译佛经的功德很大，使他过去生中的许许多多重大的恶业，由于经过这个病都爆掉了。反过来说，现在造作恶业对于以前的恶种子是助缘，会增强他们的影响力，对于以前的善种子是障缘，会削弱他们的影响力。所以你造作恶业之后，如果继续造恶业，你之前的恶种子就得到越来越多的助缘，力量会越来越强，所谓恶贯满盈，将来结成更强的恶报。正如《易经·西辞传》所说的，恶不及不足以灭身，不断累积恶行才会导致自身的毁灭。相对的，你做了善事之后，借着如果造了很多恶业，你的善种子的力量就被削弱，将来结成的善报就变弱。大家看《历史感应通缉》里面有好几位前三都是大修行人，这一转世之后就不如前一世了。所以往上提升是很难的，往下坠落是很容易的。从这里可以看到六道轮回的可怕。以上只是简单说明善恶业因互相影响的情况，事实上因缘果报之间的互相影响非常复杂，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讲得清楚的，即使菩萨和阿罗汉也无法彻底了解，只有佛陀才完全明了。五，因果不空，业果不坏。经上说，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，因缘会遇时，果报换自受。我们所造的善恶业些种子，落在阿赖耶识田之中。阿赖耶像一个大仓库，业种子藏在这里面，永远不会失掉，永远不会变质，这个事情很麻烦的。这是因，业因，哪怕经过百千劫那么长久的时间，一旦遇到适当的助缘，这一些业因还是会结成果报，这个果报就决定你要受，必须等待结成果报了，这些业因才会消失。因此只要还在六道轮回当中，你就逃不出因果报应。所以迷惑糊涂的人才敢造业，觉悟的菩萨决定不敢造业。因果报应丝毫不爽，即使成佛了还是必须承受恶业的果报。
释迦牟尼佛晚年时腰痛得很厉害，原因是久远的过去生中有一事，他曾经是个摔跤选手啊，由于受到对手的两次欺骗，所以怀恨在心，比赛的时候就把对手的腰脊折断致死。这个猛烈的恶业让他那一生短命早死，死后都在地狱受极苦的果报。出了地狱之后备尝其他卧道痛苦的余报，再投身为人时，生生世世都遭受腰痛的余报，乃至经过久远劫之后到了成佛这一时，余报还没有尽，还产生腰痛的苦报。佛陀还实现受其他的恶报，有一次佛陀的脚被木片刺伤了，那是他过去生中以矛刺伤别人的脚的余报。有一次佛陀三个月前接下安居当中断粮，只能吃喂马用的饲料，那是因为过去生中在毗婆尸佛的时代做外道领袖，由于嫉妒毗婆尸佛受到众人的供养，所以批评说佛只配吃马吃的饲料。这个口业的余报造成释迦牟尼佛这一生吃了三个月的马粮。乔萨罗国的琉璃王攻打释迦树的时候，佛陀三次阻止还是无法避免释迦树的劫难。那时佛陀头痛了三天，这是因为过去生中他用棍子敲打一条大鱼的头三下的缘故。由此可见因果不虚，届时成佛之后也不能避免。那么修行净土法门而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如何呢？是否往生净土之后以前杀人的就可以不用偿命，以前欠债的就可以不用还钱了呢？不是的，重罪可以轻报，但是不可能不报啊。极乐世界是提供我们一个很好的修行环境，让我们有无限长的时间可以一直修行到成佛。阿弥陀佛让我们暂时不用偿还恶业，但是可别说把我们的恶业都消掉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将来我们在极乐世界成佛之后到他方世界度众生，过去所造的恶业成熟时还是要承受恶业带来的恶报，只是那个时候你已经成佛了，对于这些因果报应了然于心了，所以内心如如不动，解脱自在的，不会因此而感到忧苦。所以修净土的人也要努力断恶修善，不要以为有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做依靠就有恃无恐，肆无忌惮。你如果放逸造业，以后是要吃大亏的。因果法则是真理，是世间运行的事实真相，而这些事实真相不在远方，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。不相信因果的人看不到身边正在发生的
因果现象。一旦他明白了因果法则之后，他就会发现因果报应就发生在自己周边的一切人事物当中。可以说一切都离不开因果。结语：因果教育挽救人心，因果报应的道理非常深广，以上所说的只是简单的介绍，让大家有个基本的认识。如果想得到进一步的了解，建议大家学习《太上感应篇》，文昌帝君印旨文，了凡四训，于尽义功于造神奇，历时感应通奇，暗示全书，这些都是印光大师当年极力提倡的。其中历时感应通奇是从二十四史当中收集，因果报应的实例都是记载在史书上的事实，非常值得我们参考。暗示全书是印光大师最推崇的一部书，印祖赞叹这本书善是第一奇书，暗示全书里面全讲因果。道教的玉历宝钞也是因果的教材，江一慈居士根据玉历宝钞画出地狱变相图，具有很好的警示作用。我们几年前从大藏经里面收集佛陀讲到地狱因果的经文，编成注经佛说地狱纪要，比玉历宝钞更详细，多了令人肃穆惊心，不敢造物。最近我们注意了印光大师曾经提倡的道德丛书一万头，这部书用简易的文言文写成，详细搜罗了许多历史人物的事迹，以阐述因果报应的道理，是非常好的因果教材，也是很好的文言文读本。这部书的电子版可以从网络下载，最近有些道德讲堂办得非常成功，七天之内能将恶人转成善人，将贪官变为廉洁，使逆子变成孝子，使离婚人复婚，使上瘾的人脱瘾，成功率达到 90% 以上。为什么能够这么成功？主要的就是强调因果教育，让大家明白人死之后还有轮回，所做的一切都有报应。了解这个道理的人就会警惕自古，努力断恶修善，伦理道德教育使人不好意思作恶，因果教育使人不敢作恶，后者比前者的功效更加明显快速。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因果教育实在太好了，是当今这个时代的救命良方。要真正挽救当前已经沉沦的世道人心，唯有靠因果教育，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方法了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习因果教育，明了因果法则，从自身做起，深信因果，改恶向善，改邪归正，并且要劝导与我们有缘的人一起接受因果教育，让他们也能转迷为悟，离苦得乐。
这样我们的社会就会越来越安定，世界越来越和平。最后祝福大家六时吉祥，道业增上，净满圆成，光寿无量。祝福圣教复兴光大，全球弘扬，千秋万世，利益无疆。祝福祖国国泰民安，国运昌隆，祝福世界安定和平，永续大同。谢谢大家。